老板，你这个车怎么卖？这个车怎么卖？那你太贵了，我再去找一下有没有。老板，这里有那个推车吗？就是推东西拉菜的那个车。啊，那种怎么卖？这个是120，还有那种那个钢管的，这是多大了？50，50斤90斤。天哪，我就进去了一回，回出来看小宝已经睡着了。这多少钱一斤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好。把这个灯笼胶拿来洗了，等一下用那个泡椒吃。白酒放一点，家里面没有东西装了，我就用这个刚买的这个锅来装了。放点白醋，冰糖，再放一点盐，用这个保鲜膜来包一下。盖上盖子就可以了，试一下能不能成功。